上。唐三藏离开了，他又说他要前往何处。得道高僧唐三藏知西天有大乘佛法，特许下宏愿，不取真经不回还。这个世界哪有什么大乘佛法啊，骗人的吧，不信。这个老和尚就是前来点化取经人的观音，结果人呢，怎么先行一步去取经了？观音感到很委屈。魔王，这个白胖和尚有点意思啊。今日正愁没吃食，没想到居然还有主动送上门的。那秃驴，你笑什么啊？你们这人活得不耐烦了。没什么别的意思，我只想被各位打死，或者打死各位。走和尚，你成功引起我的注意，但我奉劝你一句，下辈子别玩火。这英雄脾气还是这么暴躁啊。你们一起上吧，我要打十个。Are you ready？ 数字狂啊！侥幸逃脱，一招半世竟如此自大。服不服？贫僧问你服不服？不服，你可以打死我。打我们自己。他妈的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你们过来呀、啊！我走。丁，恭喜宿主扮演悍匪进度增加。目前进度为2%，获得若干修为。检测宿主处于悍匪西征计划，双叉领，是否打卡双叉领？打卡。丁，成功打卡，恭喜宿主获得混元无极大道圣经，此功法为大道圣人盘古的半身功法，高深之处可以演化大道法质。卧槽，系统牛！恭喜宿主获得无量空间。这听起来很牛逼，其实就是个储物空间。这系统还挺幽默。恭喜宿主获得西装一套，水火不侵，灰尘自闭。系统，你给点正常的东西，难道是犯法的吗？我一个出家人，有西装有何用？